暗黑大将军。麦西尼蒂阿兰伊戈尔以下七人前来报道。诶，哪七个人啊？哦 ，SX。
五藏，领便当的五藏又过来，再领一次。我这边是先开退去的，双平台那边挂掉了。有月球摇篮之后，应该就是闪电刀出现，大地神。噔噔噔噔，无比亚的笑声。哎，等一下，有塞巴斯坦哎，然后这是水之魔装机神，还有大地。为什么他好像操控的是那个格兰森？
运动性85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，竟然要耗掉40NEN。这个格兰森吗？哦，不是，迪亚博。等一下，他有 HP 回复小。元护，元护，都先，糟糕，里面就有一个。不会吧，不能反击。不愧是有提高熟练度。每个都已经先打三魔装机身带80颗，暴击！
服啊，这一关的熟练度了，把那个 Poygo 给击碎。还好了，个位数的话感觉都蛮容易闪开的。哇！也不会很痛啊。暴击！暴击！哎！我觉得整场都必须变成水之魔装机神来 carry 了。
武装精神的确，要说优点也优点，要说缺点，整体都蛮平均的，没有很硬，也没有很敏捷，伤害也没有很高。实际上就是蛮每一项蛮平均，唯一的优点就是 map 吧 ，map 一 map 每一台魔装机神都有 map。还是49滴，ダムジードにはそんなの効かないよ。850、900，就你最软。敌人应该还会再出来，我就知道。歌共大功嘛，我记得那一台好像是歌共大功。看来就是要打他了，等一下看一下熟练度就知道了。结果对应的闪开了，什么意思？
魔装机神也可以试机合体。阿比尼，圣树，缪，维多卡缪。这个到底是在水底还是？不太行的，命中率好像都蛮高的。我就知道他没有那个，他没有集中。30%撤退，简单的，一样算空光阳剑下去。发生什么事情？算空光阳剑。
俺が相手をしてやる。ドリルアーム。スプリン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台词要用这个。啊等一下，这回打到同伴了。奇怪，怎么挖了西奥尼的不会？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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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了！我觉得等一下我要被干掉了。而且还每个都中了，打底一千，自损八百，就是啊。哦，暴击了。
现在1300D，活不活得下去呢？最后一个医院，高压水炮。还没办法把他打死。每个都在打、欸，闪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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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s。哇！差一滴，差一滴，差一滴。啊，最后一个敌人。そうやって命を粗末にするのかよ！打小怪这么用力干什么？平时要你暴击的时候不暴击，现在敌人血就剩了一点点，又暴击。赞哦！
必殺超振動拳。明明就是大地的魔装之手，为什么用起来感觉像是岩浆？这不北斗神拳了吗？お前を信じ。敌人的能力都太高了，基本上现在连那个真实系列被打都有20多发，我还开集中欸。これでも食らいな。真心觉得太惨了。真实系的钢弹同样伤害可以打更高，身为超级系的超兽机神，没有野兽的话真的是超痒，2000一打才1000。那这招呢？直接觉得应该是阿法一他太强，超兽机神，然后到那个外传就直接把他削弱的超严重的。
这只恐龙在拿电风扇过来打人。不会吧，要挂掉了，撑住啊撑住啊，哎，再来再来再来，撑住撑住，一定要撑住，哇，你们一定要打就对了，哦，惊险，喂，加迪斯可以可以，惊险一瞬间，布拉的命中率好像有提升，以前好像打下去都是5%10%在跳的，现在竟然都100%。哎，60，我有3发吗？3400，3200，打远一点吧。哎，这个不错，不能反击。现在唯一的缺点就是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先给他用信赖一下。其实，哇，他有祝福，阿法外传有祝福，哇，阿法外传竟然有祝福哎、欸，那这样没办法帮他用信赖了。除了他还有谁？加迪斯。再来，这样应该可以。来看一下，绝对领悟风暴，我怕说像那个刚刚那个大地魔装机神一样，不能选，不能分辨敌我。
安全。原本想说都是魔装机神，一阵速如果到旁边的话，会不会直接把魔装上去？结果没有。我觉得杰多应该会成为下一个目标，杰特，杰特要被干掉了。138应该可以。目標確認。ツインバスターライフルを撃つ。
君たちのような英雄に出会えるとは、私のデビューにふさわしい記念すべき日だ。お前がカーメン・カーメンか。私はヌビアコネクションの王、カーメン・カーメン。カーメン・カーメン、心して聞け。ヌビアは数千年の歴史の彼方からよみがえり始動する。国家はすでに滅びた。カーメン・カーメン。我还想说有那么简单吗？结果马上就出来新的敌人。BGM 被敌人盖过去了。クズはクズらしい死に方をするもの。哇，看来这次的敌人蛮厉害的哦，有特殊装甲 BGM。我几乎没有听到过有版权作品的敌人有自己的 BGM。この距離では遠すぎるか。超少的。怪光线，反正他们不要有负面 buff 就好了。这边就交给那个布拉德吧，顺便升等。啊，被打到了！哎，还好哎，小兵很弱，根本就是拿来给我们赚气力用的。我们的气力一定很多。慢慢来。啊，86发 miss。没关系，我们主舰应该也有底力吧。有吗？好像有。而且我记得这蜜蜂型敌人好像有在其他带有出现过的。等一下看一下这敌人是哪个作品。有必中，根本就是赚经验用的。我有点没办法显示卢比亚之光。好，我就来把你的那个什么什么光耗掉。
脊椎割够。那甘丹呢？等一下冷开热血下去，刀必杀。啊，你也有祝福、哦。我在这边第二个存档先睡，我看看那个算了，祝福就祝福啊，等一下我过去。可恶啊，一万五，一万五，有谁要拥护？啊，没有人要拥护啊！就水的有拥护而已。那我要等下回合，然后这边医院也要等他一下。搞定你！1600，太整数了吧！超级完整的整数1600，12等11点，给七楼吧，3535，我就不信打不掉，然后就跑出十滴，会不会？先看一下血量多少，30%以下撤退。那边医院回复20%，24%，不行，如果发一招的话就没了。热血，努力，应该不会跑来打人吧？
手加減はせんぞ。哇，那这样麻烦嘞。如果要写多一万四的话，就算远户攻击用下去，也不知道超过。来对轰一下。被害状況調べろ。了解。進路クリア。よし、メガリューションを撃て。撃て。应该是两万多吧。哦，对，应该是两万出头。而且现在才打一千滴。谁叫我刚刚不小心对那个不入刺。放到那个祝福，我们真的蛮讶异，这大法外传竟然有祝福。我以为是从小队系统之后的阿法二开始，不过实际上我以前都是加击派的。HTB 加龙炮，哇，好硬哦！それゆけ、やつを痛めつけろ。所詮その程度か。我真的是放错了。光普鲁跟普鲁兹，我想是没办法打赢他的。加速！可以。うるさいやつめ、叩き落としてくれる。8200滴，对，主要是能援护的机体不多。要不然说真的，谁都可以援护的话，连西罗加龙马下去一击必杀就好了。有热血，也没有热血。加迪斯高压水炮，
两超也顶多五千多。热鲁信家，一格、两格、三格。这时候如果是敌人的话，你也会说，又是你，每次都是被你收尾。突然这件事发的多雷度 yes 奴らを始末してしまえ。抜かるな。そんな迂闊な攻撃に当たるものか。この一撃で落としてみせる。愚か。私に触れて生きおせた者はいない。自信力来自信。只要他不途中逃跑的话，应该都可以打赢他。走啊，跑掉了。カーメン、やつとはいずれ決着をつけねばならんだろう。恐龙帝国生产线破坏任务，
应该就是那个卡门卡门吧。白和丑，要不然就是那个雷加斯嘛，那个。哦，是索菲亚。你。还真是名副其实，归在那个研究所里面，真的变成逆子。不用去看了，我觉得他是来乱串场的。啊，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地球摇篮的复制人或什么。阿法二好像真实性女主角就这样，不，真实性男主角阿拉德。好，先来看一下机体能力，登场做不顺。要赏星亡灵，果然熟练度高，拿的就是最烂的。塞尼亚、弗雷西亚，电一号码五仗还不错啦，一烟消耗三十，然后不用气力。OK， 好，保存。那今天下午的实况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啊，因为中途那个双平台，不是退学问题，应该是双平台问题。
丢在网站，然后就直接当掉。然后再等一阵子，他还是没有回复，所以我就先开自己。那 YouTube 那边就没有开，那边的朋友就抱歉啦。我之后会把这个存档再上传到 YouTube， 希望他们能够见谅。好，那今天就下午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好，拜拜。